来，老铁们，大家早上好啊！今天呢，咱就是种这个迎春呢，提个苗哈，这是地里边那个枝条生的苗，这根系是相当好的。今天咱就是讲解一下那个地栽的原土塑形法，就是直接栽下去，让它那个造型出来，到时候刨出来以后直接就成型，这个形状直接就成了。首先呢，挖坑，这坑挖的稍微深一点，要么它那个形状是定不住啊，要不然形状是定不住。像这样的苗，咱就是，为什么说我提根提出来的，它这个根抱就是抱的比较紧啊，就这样捏的啊，捏着往里边一放啊，首先先填点土啊，稍微填点土，然后但能看得懂吧？这样一歪，它就是一个形状啊，正好这个顶是朝上的，它本来这个顶是歪的啊，你这样一弯的话，这个顶是朝上的啊，这样土给它填满啊，捏的就是这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这是。接下来呢，咱再给它种几颗啊，种几颗咱们能看得清楚。这是咱们这些天以来种的啊，有几千颗，然后这都是啊，这看不清啊，一颗一颗的，那全部都是一颗一颗的。然后咱们学也学了啊，看也看了，咱们最后把它给个双击哈，喜欢的话呢就关注一下。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，谢谢老铁们观看，喜欢的双击关注，我是古月特异。